十一，遵守律法能得永生吗？前面已经说了，律法要求完全的顺从。如果有人完全能够完全顺从律法，上帝就会按着他的应许赐人永生。问题是，我们已经败坏了，无能，而且已经犯的罪要解决。所以，总之呢，除了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获得永生哈。